你们的小家又弄好一个，又弄好一个。嗯。晨晨，这弄凉不吃了呀？晨晨呢？你们吃吧，我去回家了。那。那吃这个来了，这整的了。是啊。啊。买。哎。他姐在县城等我们呢。豆干。约一起吃饭的呢，那我们今天中午不在家吃了。哦，那行，那么就吃了。啊，你们先吃。嗯。我心想嘛，你吃吧。他姐姐回来了呢，明天他叔叔家，什么孩子过一周岁。我把他送到医山，你晚上回不回来？我不回来，我明天处理了，我明天。那你今天晚上跟你姐走吗？啊，我直接跟我姐车走就行。那我得送到医山。啊，你把我们送进去吃个饭，你吃个饭你再回来的。啊，你那走来了呢，快。走啊，我们。一大姨一人一人等着呢，快点。我把那外套带着，让他们等。要么这床都没叠，不叠了，走吧。他们都已经到了，走。那个大姨在那等着呢，快去吧。嗯，大姐在那等着呢，快去。嗯，快叫俺做去了呀。OK， 菲菲呢？菲菲出去玩。嗯。我不吃了，吃过了这个。嗯。我走了，你跟爸爸在家啊。红瓜好吃啊！红瓜。豆丹大虾。快点，外面快几个？嗯。另外还有什么？可能还不错。陈老，你们装陈老，你这个豆丹吃吧，你不会动了啊？嗯，你不会动的拿去。那你们吃了，我们先走了。嗯，是啊。嗯。你晚上这么回来？不要我了？不要了。现在快。给你一天时间的假。现在快走。给你一天时间。那你晚上住哪里？住我姐家。我姐回来，我就住我姐家了。上车去呢，走吧。走。助理家里要拍视频呢，我就不去了。自己的号要更新呢。啊？这是我给你的任务哈。哦。保证完成任务，打回去。啊，行。你的号都断更20天了。走。启动啊！你别热死。嗯。你是不是让你？我不去。啊，我不去，睡觉回家不管用，是吧？我洗牙呢。嗯，对呀、啊，我带幼儿园呢。啊？我带什么的？干嘛不去啊？我带孩子呀。我放假了，带他们过来玩一玩。啊，那行。啊，我以为带什么小孩子，那走了哈。我带你回来嘞。媳妇认为已经跟着大姐回家去了。我来把车洗一下，半个月没洗过车了，在黄庄那边一直跑，辛苦了。嗯，把车打了个蜡，我的妈呀！买回来第一次给他打蜡，雪亮雪亮的。到家喽！妈打出来的啊？打出来喽！啊？水没有了吗？菲菲呢？王一涵呢？这个头发谁剪的？我看看呢，我看帅不帅？抬头挺胸，不好看。老了，又井水打水的吗？这水能有多少？没了，这水都困难，你看。哪有你这样的？用井水打水，人家井水不深。
今天去他爸家了，妈耶，没有回来。不是门口垫什么玩意？马到成功。留下的伤疤就停在那个地方。菲菲，快递到了，哥哥你拿回来，走。拿回来了。快走，吃饭吧。真鲜。看你那，王一涵呢？王一涵在楼上。喊他，喊他下来。王一涵，来哦。下来拿快递。来了。快点。天气晴朗的一天，我嫂子呢？你说你是不是把他欺负走了？我听老爸说你把我嫂子送走了，是不是跟他吵架了？你敢跟他吵架，揍你，你信不信？他回两家过两天去了。回两家过两天。嗯。我还以为你欺负他了呢。回人家了。我可是我嫂子的娘家人。人家从来，他来两个月几个月了都没有回过娘家。也是。正好国庆的嘛，都回来了。他姐回来了。啊，回去陪陪陪叔叔。在屋里干啥呢，王爷？哟啊，车洗了，花了100多块。惊喜加打蜡。啊，你的车是可以洗洗的。啊，请你们爱护一点哈。我爱护啊，是你爱护一点，都是我的。有也有我的。哦，那车搬回去吧。都搬回去。少拿一点哦，太重了。留下的伤疤。就拉着那个地方啊，好看没去，我没去。他对呀，你咋不在那里过两天呢？他姐接他去的，我就没去，我把他送到义山。哦，送到县城。他家自己在开车，他姐夫啊，他姐夫开车来的。那你，我请他姐，请他姐夫吃个饭。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？嗯。我就回来了。小姑差，放这里。放这里，正好带着拆。啊，放这里拆。去小姑那个中间那个抽屉，梳妆台抽屉。谢谢。跟小姑一起拆。切了什么东西啊？好吃不好吃了？这玩意你抢的？啊。抢它来干嘛？看电视用的。我的妈！看电视用的。嗨，来，王一涵，给你放手机，手机支架。你不会抢两这个也是啊？抢两个。我多少钱呢？多少钱来着？不知道啊。给我们哄这下。来给你。看没了。好像挺。来想看电视。好像挺便宜的，我就抢。嗯，好。嗯，老妈呢？老妈呢？老妈玩去了。老妈打球去了。休息。这是。哦，这个是我买的那个啥。老爸，嗯，来，我弄个小椅子给你坐在这里晒太阳。怎么坐？这怎么坐啊？学了，请坐，请坐。怎么把这里学的这么多？不好坐。放手机的。这是放手机，手机支架。老爸真逗。啊，来这个，这裤子，哇，这么多条啊！给我两条吧，这是我嫂子买的，是不是？嗯。给我两条哈。拿去吧，我也不能穿，我也不跟你抢。十条。你不是两条，怎么拿四条啊？他六条，我四条嘛。你们这样穿就。不会。会我拿的颜色不一样。啊。我拿的颜色不一样。这样吧，洗过之后不知道谁跟谁的。我自己洗啊。我自己洗就不会拿的。别这样一洗就行了。啊，不在一起洗就行了。还小姨妹一个化妆品。那五十万的，这给我嫂子，这是我的，我先放这里。放里头肉，大肠。嗯嗯。牛肉汤，这个是豆干的。嗯。把我就吃得了。嗯。去不去啊？不要去搞那小肉。